玉梅，我给你两分钟，火影没有的话，香鱼拿上来的。香鱼拿上来的。罗兰，两分钟后如果没有回应就拿上来了。那个他到十点他没有拿来拿香鱼，就全部拿上来了。这一空的龟头，这真鲜哦，生鱼片人厝起来头哦，下落来，我问一下来。这三条好了，我照一下，一百块。100，龟头100，100块。龟头100块卖哦。龟头100块呢。100。一条龟头我分成200，三条为100。那个没有回应，我就不想要帮他留了。啊，100来。100。来，掏钱去。因为已经十点了，没有到，我们没有到十点过，通常这个时间没来应该是不会来了。对，我们要求人专利，你鱼会200，现在鱿鱼花200，900，一包五斤，好吃的，五斤重。啊，他这是叫几个人吃，几个人来？